墨西哥水怪也吃这个？对对对对，要洗干净才可以给那个红水怪吃。超过100只？对，大概有500只。台湾得一定。这英国尼斯湖水怪的传言啊，有100年之久，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它本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据说在台南也出现水怪，叫做墨西哥水怪。到底墨西哥水怪是长什么样？然后出现在台南，我在这边等等看，看有没有机会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。众说纷纭的水怪传说有够神秘，真实的面貌令人好奇。究竟墨西哥水怪是否存在？今天就让我来揭晓谜底。墨西哥水怪居然在民宅里面！大哥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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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听说这个地方有墨西哥水怪，是真的假的？其实我先准备他的食物，待会我再带你看好不好？所以真的有这件事情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他吃的哦。对对对，他是吃蚯蚓。屁，哪有蚯蚓？他对，他是水生蚯蚓，对不对？大哥，我们台湾第一等哦。对。介绍很多无奇不有的东西，我们还针对这个红虫啊做一整集，就专门介绍它。对对，这是鱼类哦，看到它是趋之若鹜、发了疯这样的食材耶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内行。对，鱼类啊、水生动物都喜欢这个东西。所以墨西哥水怪也吃这个？对对对对，要洗干净才可以给那个红水怪吃。水怪吃？对对对对。大哥，这是水怪在叫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惨了，我赶快进去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对，让我赶快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警报器。那什么？哇！哇！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个这干什么东西？好，好多好奇怪的生物哦。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这是什么？墨西哥炖口的。它是一种。它是一种熔岩类。对对对。长得好像那个娃娃鱼哦。远期。哦。叫做白化黑眼啊，它在眼后面这个须须的是什么？是它的外鳃。外鳃，它鳃长到外面。对对对。所以这正是这种特殊的生物有的样子，就对。对，它在那个两栖类之中是一种特例，它是永久水生。两栖类只有它是永久水生，所以它可以不用上岸换季的意思。对，它是不能上岸。它不能上岸。对，它不能爬在那个岸边这样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？你这里是冷冻库吗？怎么冷成这样？因为它们就是适合生长的温度啊，大概是16到18度最适合。这么低温哦？对对对，它的那个原生环境就是这么低温。它的活动力是不强，你看它。对，它的活动力其实不会很强。它从你拿出来之后，它就静静的待在那里。对对，它所以人家说很呆萌就是这样。不是我爱说，杰瑞宠爱他们的程度只能说是恐龙傻瓜来形容。除了24小时开放空调外，还贴心的区隔四浴箱，就像专属的公寓。而他说，这里是台湾六角恐龙数量最多的地方，除了常见的品种外，连稀有的金箔黑斑、金钱豹、乳牛也都有。这很像曼美哦，有人是吗？对。这个字叫做墨蓝，它属于黑色的。嗯，对，它的幼体的时候是紫色，偏紫色，然后到成体的时候，它就会越来越黑。它是那种濒临绝种的生物。啊，对啊，这是后期啊，大概就是人类把它当成观赏鱼在饲养，是就越来越多，但是它还是不能进出口，它的原生地在墨西哥。哦，原生地是在墨西哥。对，那不能进出口。对，不能进。那我现在人是在台南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那怎么会有？因为之前就是大概在9年前有水族业者引进，但是它不是原生种，所以说可以引进。哦，只要不要是原生种就可以。对对，原生种就是它的身体就是偏墨绿色，是虎斑类。对，但是又跟我们现在目前在市面上看的不太一样。你确定我看到这个不是虎斑类的？对，这是虎斑类。好，你也有虎斑类？对，但是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跟原生种还是有点差别。它有点白点的。对，在强光上看的话，它是其实是偏绿色，它其实是比较接近原生种，但是目前在市面上看不到原生种。原生种就在墨西哥，对对，而且在产地已经几乎快没有了。一开口就是恐龙精的杰瑞，因为兴趣而一头栽进了六角恐龙的世界里。
曾经为了收集不同的品种，跑遍了全台湾，用尽了10年的时间去钻研，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了若指掌。就连六角恐龙的配种优生学也都有自己一套的方式。看它的外鳃，它的长短啊，就会影响到它的美观度。你看鳃啊，越长它越漂亮。那我来猜，对，这个一定是白色的，这个算金黄金箔的是最等级最高的。对对对，没错。也因为我看它的那个鳃的长度又长，然后颜色又鲜。对，然后看它的品种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。是啊，对。那比如说金色，它的基因是金钱豹基因，对，身上斑点会比较多，它的是比较高贵，因为它是稀有，是后来培育出来的。哦，对。那我等一下，我看到那个底下更大只，我们为什么不？哎，这个很壮观哎，这个是不是更大只一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它是成品，就是成人的意思。对对对对。嗯，那我可不可以抓抓看？好啊，你可以试试，但是就是不要让它离手太久。它那个手感会不会很像泥鳅？你抓抓看。哎呦，好软哦！很软 Q。好软哦，这个皮肤也太光滑了吧！哇，它整只都是软的，好乖啊，感觉啊。哎，好可爱呀！哎，怎么都好可爱哦！好好好好。这个是我拿的，这个是等级最高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，它触感好好哦。哎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它长得真的好好笑。哎，它眼睛很开，很小颗，哎。对。好可爱哦。那你看得出来哪只是公，哪只是母？哎呀，怎么好可爱哦，好像卡通哦。我没有在乎它公的女人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我在乎的是我刚才看到它的脸，它脸长得好好笑，又呆又萌，哎。对，但是它公的啊，它的性征很明显，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公的。公的有两颗蛋蛋，很大颗。蛋可以摸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不过它可能告你。哇，哎，它真的直接就从外观就可以分辨它的公母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母的就没有？母的也有，但是就没有那么明显。母的也有蛋蛋？对，母的。哎，真的哎。对，就它比较。它蛋蛋中间。对，差很多，它比较像三角锥形，然后不会那么宽。哦。对。这群蛟龙有良好的居住环境，除了水温的控制外，水质更是关键。一天3次，按时清理它们的便便，还要每天换水，可以说是费时又费力。杰瑞说，我担任的铲屎官是如此的称职，决定让我一起见证奇景。这个太壮观了啦。对啊，它是他们的小宝宝。这里面有没有100只？超过100只？对，大概有500只。这个圆，如果你没有介绍，我们用肉眼看就像乌拉鱼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点像。对不对？然后它，你说它是怎样？它是从那个卵里面这样蹦出来哦。对，它的那个构造发展差不多，它就自己破卵而出。破卵而出，对，哎，你看它居然不动，哎，对你仔细观察它，哦，它有一个膜，对对对，它整个包覆的它，它一个膜把它包覆的哦，对对对，哇，那最更小颗的就是白点的那个，更白点那个是死掉了，啊，对，没有成型，又没有成型，对，没有成型，它就会是一个白点，对对对，这个再大一点会变成怎么样？可以，我带你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蝌蚪。这个头旁边已经有这个鳃了，对对对，六角，但是还没有脚。对，你这样看有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有，真的吗？昂贵？不是，里面有一只啊，在台湾它就是第一只，台湾第一只，你要送给我们台湾第一的，好奇怪，对哦，有台湾第一只，它不容易发现。因为里面太多只，里面大概100多只。提示是什么？来，远方有提示。是乌白两棍。不唔对。哦，那乌白一个乌片。好，你注意看。哦，喂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对对对对。那为什么是这样？对，它是算突变。那它养得大吗？那个突变种通常在养的过程比较困难。如果它养大，就会一半黑一半白。对，通常都比较稀落。拜托，你可以撑住啊！可有幸的让我们看一下。真的是眼见为凭。今天看节目的观众朋友，真的是看到赚到。然而，想养六角恐龙可没有想象中的轻松。由于它们的视力非常的差，喂食食球饮食得要多加的留意，以免不小心误食同伴的触角或四肢，得不偿失。
吃饭哦，丰年虾哦，其实他们是浮游生物哦。哎呀，终于动了，终于动了。其实这真的是有点很奇怪的生物哎，我这头一次领教啊，就是，反正他们就是非常的娇贵。好，啊你在旁边在忙什么？哎，我在示范那个简单养法，保冷袋啊，放在这个保丽龙的下沿。对对对，你就把它拿去冰箱解冻。然后呢？然后再把鱼缸啊放在上面，像这个是水妖精，就是过滤水质的。哦，因为它的水质很重要，要干净。对，这也是过滤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基本上就是温度，然后你不断的要把这个水质过滤干净，你就可以在家里养这个非常娇贵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更厉害。你看哦，这么娇贵，假海草都没有关系哦，对不对？用假的有它的作用，是因为方便清洗，方便清洗，可以手用手冲冲的，对吧？反正真的主角又不是海草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下吗？这整个组装完就会变这样子吗？这不一样，这是高级养法。高级版就是会有这一台。对对对。然后你说它的平均寿命大概有多久？大概10年左右。10年左右。对。可是各位观众朋友，真的，如果你有心哦，就是其实你只要拿出耐性哈，你可以在家里，其实可以养到一个，就让你感觉到非常疗愈，而且每天就是用那个非常呆萌表情望着你的，两栖类，对，是不是哦？不能讲鱼类哦，对对对，龙源，对。